香酥的虾头是万万不能舍弃的，食盐花椒下锅煸香，在石臼中充分捣碎，再次下锅翻炒，椒麻的香气扑鼻而来。虾头简单翻炒出锅，撒入调料，一道椒盐虾头又是一道令人无法拒绝的解馋小吃。终于可以尝到西海虾饼还有这个椒盐虾头的味道了。现在是这个虾头变得红红的，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。